深深啊，他真的是劳模，我的天，自出道以来发行了超200首原唱作品，他的这种就是歌单也是比裙摆还可以长很多很多很多。还有你知道吗，他是最爱唠嗑的那个，他每次演唱会啊结束以后啊都在微博上跟大家聊天，督促他的朋友们按时回家。是的，这不得聊一下吗？你看他都跑来了。 Hello， 先在这儿拍个照，中间请拍个照。哎，小心。哎，他刚刚跑的这一幕我梦回他的鸟巢演唱会。哎呀，真的，就是他在光中间跑过去，然后那个时候不是下了那个彩条吗，光里光外正好打在他的身上，都是双向奔赴，台上点亮了台下，台下点亮着台上。来来来来来，赶紧聊一聊。留步留步，我也向你跑来。 Hello， 好久不见、来来来来，先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你们好吗？哇，我们特别好、谢谢大家。最近很充实哦。对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很激动、很激动。9城13场，浪漫天花板、是不是？那这样我们赶紧给大家安利一下你的专辑。谢谢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已经发了12首，还剩13和14待解锁。对，哇，是不是好走心，好走心。给大家先剧透一下13和14首。对，我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这张专辑一共是12首歌加一个 intro 和 outro， 然后现在还在等待解锁最后一首歌。对，就是会在9月29号的时候解锁。对，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微博，因为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所有的感受。然后反正代词这张专辑，我用最快的速度介绍它。反正代词这张专辑，它相当于说的是周深会在200年后的世界会有12个化身，每个化身他都会经历一个不同的心路过程。然后也希望每个人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，都可以在每首歌身份当中去找到自己属于的那个情感碎片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你的自己的，加油！哇，深，我怒猜一个，是不是这13首或者14首还有一首是这样唱出来的？我不想下岗啊，你别跟我抢饭碗行不？因为我害怕耽误大家时间。但我也谢谢李珊能够给我的机会去介绍自己的专辑，谢谢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就以大家刚刚听到的那首歌《请我不改》，他这首歌在骂我，他说我得爱自己，你得好好爱自己啊！我有被骂到，但是我学会了好好爱自己。谢谢，反正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压力都很大，然后很多时候要好好的爱好自己嘛，然后照顾好自己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好好去爱你想要爱的人，才可以去好好的去。怎么说，去拥抱你想要拥抱的人。是的，希望大家都能在我们深深的作品中收获到爱和力量。谢谢，好不好？再次感谢你的到来。谢谢。一起再次提前祝深深生日快乐，记得去听歌。谢谢大家，玩得开心。那场见，拜拜。谢谢大家一定要支持周深在200年后的12个分身，然后今天所有的故事，这张专辑叫做反身代词，大家去搜索一下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反身代词每一首，把麦克风给我们留下，每一面不同的周深，你值得看见。